然后接着玩吧。啊，那个什么过月红字 bug，啊，我应该大概找到问题了，但是也不太确定。但是至少试了一下，应该是不会再有问题。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角色的老婆啊，她那时候好像去什么拜山吧，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后来我又发现说她被人家绑架，所以我想说，那我一开始就是去这个，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去她那个拜山的门底下，看到这个我的角色，就是老婆在那边，但是她是那附近的村民，就很纳闷，她不是去拜山吗？所以我把她收为同道。就过没多久，他说他从那个某个人身上绑架逃脱，那我就很好奇说奇怪，他不是在我角色身上吗？就是最后我再去那个门派底下再看一次啊，就发现又有一只一模一样的在那边。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这个身上的那个这个角色啊，把他给这个就是送回这个太武村，就那个门派底下那个老婆的角色也消失了。所以最后就是我怀疑是因为有个行为导致可能被绑架吧，然后被复制出来，就是有两个 NPC 这样子，然后最后把它合起来之后就应该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就暂时这样解决。我现在是怀疑他有一些过天的 bug 都是建立在角色被复制出来的，就是有一只角色，然后有两只这样。但是至少应该是排除的，除非还有别的地方我不知道的地方出问题。然后因为他好像凌晨有临时更新吧，他调了很多设定啊。那简单来讲就是变得很简单，读书加快吧，好感送东西很容易增加，这样就是整个难，好像还有听说那个难度有大调整，之前很难打的怪都变得很简单，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样。哦，因为这只已经出来了，所以还是得继续先把它打掉。嗯，我想一下，先打他哦，因为太痛，不然就是，那我把这个减低好了，这样，反正这个也要吸他的话，我把这边降低，然后这样子，把这个需求降低，吹破，哎，这样子，你既然用这一招的话。二次挑战，二次挑战他吧。嗯，他怎么不动？他不动，我也不动。要切换方式。先拉近一点，因为既然要从他身上这个吸这个吹破的话，我也不用点高了，这是打完专用嘛。而且原来那个护体点高之后，他的这一招其实不强，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吹破了，把那个护体点高他就打不穿。哦，但是这招也是很痛。捉你，好了，那就这样。那换回人形，然后等一下就过天看看，应该是不会再出错了，理论上。
理论上。然后现在因为那个读书变得很简单，有些东西就是学的速度会很快，难度大幅降低。这个先改回啊。然后昨天更新的时候看起来又是有修坏一些东西啊，但是应该还好吧。因为我看有问题的就是一些文字上的问题的。但是他那个 NPC 复制的问题啊，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隐忧啊。虽然我把档案送给他们看，但是他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个问题就是自己遇到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野外的村庄的人被绑架的离开之后回到原地，就自己遇到自己，然后就宕机了。原本我是朝一些是技能方面的问题去测试，然后是不是那边有问题，结果试了半天都没效，然后后来才怀疑是不是人物的问题。哦，然后那个之前读书确实有 bug， 后来看了一下讨论区，那有说那个什么。有人有说这个啊，这个就坏掉了吧？哎，还没，就是读书，如果读书太强，溢出来它会卡住，读不下去。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好像不知道，好像还在吧？就是会卡住，整个都读不了。你就去可能要换一本新的，没错。无限的轮回，就是要看新的。哦，然后他的那个什么打外道的那个，终于第二次不用再打一次，他可以直接就是用那个剑直接对话吧，就是看你要斩杀还是回复这样，就是那就是那个更新唯一的优势吧。那我要去打了吗？啊，去打了，剑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所以现在能挑战吗？还是卡住了，还可以。功法副本不能不能调功法了。我测看看好了，它应该是锁住的吧？欸，可以随时调，那没有问题。那最后一个再把那个护甲打这个提高，这样然后他那个什么弱点啊，就是你打的敌人的弱点，然后现在变得相比之前好像他也下修，就是就是问题好了，对啊，不算好吧，是我自己找到可能的原因，就是那简单的讲，就是从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的老婆跑掉之后，他被某一个人绑架，但是他那个计算上面就是产生了错误，导致有两只老婆。然后当那个什么，那个原本的老婆的位置，然后跟被解救出来的他自己跑出来的老婆，他们两个回到同一 个点遇到的时候出现的，就是他就像是你，他说我自己认为我是我，但是我又看到我自己的我，所以每个人就宕机了，就像是一个之前不是鬼故事都说，当你看到自己的时候，就是死亡的时候。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做法就是先去找跑到白山的老婆那边，然后把他收回来，先赶快紧急收回来，就是不要让他遇到自己。但是因为我不确定还没有其他问题，只是我找到了疑似问题，所以就解决了。然后早上更新的时候，把一些什么弱点，然后变得很好打这样子，那整个难度下修，我是觉得这游戏会不会最后变成是玩家倾向？我觉得有些东西设定是可以，可是他现在感觉越改越弱，就是现在随便打那种，现在我随便打都那个，之前也没那么夸张啊。现在随便打几下就重伤了。听说那个最难的难度也被下修的夸张。一开始的猴王吧，那听说他的难度也只剩二了，就是他的吹破什么的级都剩二了。我看到有人分享一张图，然后我就想说，我靠。然后说什么好感随便冲啊，掌门随便送他一个烂东西他都可以好感这样。我觉得整个都做坏了吧。我是觉得他这个要调回来，因为我觉得他下修的太夸张。有些可以试着改一下，但是改的有点太过头了。这是今天早上更新。好像是凌晨吧。好像是在凌晨的时候吧，记得。那现在是变得很简单了、啊，但是简单到会让人觉得这游戏的寿命瞬间缩短。因为我现在随便打都太扯了。真的变得好简单，但是强的还是很强嘛，只是野外变得非常的弱。应该最先不满的就是那个喜欢玩天花板的玩家吧，就是硬核的，他们难度被下修的夸张。轻松点，有、啊、好像是，就是听说改得很夸张。要抵达了，还有战斗就在。最有感的就是猴王吧，那个猴王的数值从吹破直接改成二，猴王的能力是被直接打脸到只剩二，然后蛇也被打到烂了啊，就是初期那个很困难的时候，好像听说也被修到这个已经烂到不行了。那我就吸他的就好了。哦，吃食物。哦，这个可以。对啊，虽然那个时候我永远还是没遇过，哎，按错了，野风，
我方先手，那冲的速度好快啊！一开始就吓到他。哦，这边硬攻击，冲了冲了冲了冲啊！中了。不急了，哎呦，再放了，哎呦，刚好赶上，每次都这样放，再冲。冲！这个吸到他第二阶段的时候，应该他也不会有那个伤害了。想跑。先把它吸干净好了，那已经剩18了。那直接变身了，生气啊！哎，那他能力是什么？他升级之后变成他是什么？出窍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是什么。我看一下，他说他手自己开始会进入新的，然后他可以用的是多于敌人可用的是，他所施展的会伤害变成10倍，而且无法被反震。反震是什么？反弹吗？我觉得他这一招真的太 OP 了啦！这实在太猛了吧！因为这个就算不练什么招式，你把那个什么内移动速度什么撑高之后，那只要都吸网的就好了。你发呆。太扯了，这真的太扯了。要说这个虽与一猴生死相搏，相拼哦，但他被震下来了，莫名怜惜他，便是这个眼神与我丑狐一模一样。他说一猴笑中带泪，语音未落，便化为片片桃花，随风而去。妹子走了，消散。他说正要寻找下一座将要发生异动的剑冢，不料原本异光闪烁、喃喃异响的剑冢们仿佛失去了颜色，陷入了沉寂之中。然后瞬间这个刹那之间，种种异变接踵而来，原本已经沉寂的阴魔木剑冢再次轰隆作响。然后这个剑柄突然受了火烧，如刺焰一般，这是何故？他说接着狂风四起，两股黑雾分别来自剩余的两座剑冢中喷涌而出，迅速的弥覆一方。于是天水地、日月无光、漫天的黑雾化作双头妖龙，这个竟直直骑向阴魔木剑冢。他说又瞬息，又不过是瞬息之后，
黑雾散尽哦，妖龙潜行哦，在这个黑雾侵袭之下，一魔，不是一魔木啊，我一直念错，这是穷哦，啊算了，什么魔木吧，剑种轰隆什么什么而挺哦，他说这个剑柄不再炽热哦，仿佛恢复了当初的现状，想必这有什么乾坤，他说暗暗心惊，也许和意下。的剑柄意念有所通，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看来这个剑种应该有重大变故。他说若有所思，再看别的剑种，只见三座剑种皆为四色，避而不开哦。此刻已经没有半点声响了。日出反常，有祸无福哦。剑种急如死灰哦，眼下反而不能动弹分毫。这个好像就是要去参加那个大会了吧？是不是武林大会？哦，然后他这个深渊也有改过，那之前是随机1到 4， 然后现在把它改成都只有1了。因为如果你虽小一开始就中到四的话，那只角色几乎废掉了，因为你要一开始解释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就连那个小镇的大夫也无法解所以他后来也把它下修了。好，回到这个英雄铁冠，然后送到手中，他说江湖动荡已久，相书获势已胜哦，如今太武虽然能斩妖伏魔力拔剑种，然而世人为安危，世人无不有责，我等江湖中人身怀未到之功，岂能袖手旁观，坐享太武力血之所成，故而这个筹备天下武林盟大会，吹举一千能派统领群雄，由此万众一心共助太武讨伐万恶妖魔。听说这个武林大会也有 bug，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他说今各门各派正积极筹备哦，希望江湖各界英雄暂缓纷争哦，能一同出钱出力哦，推举贤人这样。然后他看的有什么爸爸什么派这样子，想在江湖中树立威望，倒也不必做这么如此光明堂皇。然后在思索之中哦，突然有个烟囱，烟尘中传出声音哦。他望去是一个地狱胡姬户这个女孩哦，哎，他们没有修好，是我自己找到排除方式，这个问题应该还在啊。反正就是老婆被复制两个了，然后我去把它变成一个这样，一个老婆离家去拜山，结果中途被人家绑架，但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绑架一只跟拜山一只。然后当他们那个逃走的老婆遇到拜山的老婆之后，就说你是谁，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然后他就宕机了。所以最后我只能先去把原本的一只老婆先叫回来，然后让他们两个不要遇到，然后再就是同时就是把身上的老婆叫他先回太武村，然后两个老婆就合在一起了，就不会再异常了。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哪边还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这样如果再分裂成两只，我也只能就再想办法应急，可是这个问题还是要等他修啊。你能找出问题所在也挺厉害的，这就是这个常年累积的这个经验，从很多抽丝剥茧。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找出 bug， 就要会重现 bug， 跟找出原因，这样才能让那个程式人修啊。因为程式不会，你跟他讲说，哎，我这个有这个程式错误、啊，他不会跟你讲说，就是那。你给我这样我就懂怎么修这样子，他都会跟你讲说你要把完整的重现出来，我才有办法知道问题点在哪这样。所以才是养成习惯，就是要抽丝剥茧。然后继续吧，他说有三个
这个面恶凶恶的这个匪徒跟在后面哦，然后准备扔子暗器这样伏击与女孩击下马来哦，伏击与女孩此刻命悬一线哦，出手相助。他说看准时机，这个飞身撒出石子，把这个三个这个匪徒打下嘛。他说胡姬见来的救星，抱着女孩从马背上跳跃而下，这样这是谁啊？他说号称雄仙，这是什么？他说撒尸踏门，然后他把这个三个那个匪徒给干掉了。这女狐女好快的刀法，他说我的刀上面上面定制换的什么？他说 你是说你这把刀是用镜子换的？不错，但不能给你。他是说不错啊，但不能给你啊。那时候胡姬白眼一翻哦，这个当刀挂在腰后这样子。胡姬显然并不明白这个主角所说的好快的刀，然后指的乃是他杀人的动作，而非手中的凶器哦。他说多谢这个恩人搭救这样子，他能流利说出汉语哦。举手之劳，不足挂齿。这个孩子倒说了一口好汉话。他说：“恩人有所不知啊，虽是胡人，但自小流落中原哦，外被中原经商的主人姐姐收养，便做他在中原的向导。主人姐姐就是这个胡姬。”他说：“是啊，主人姐姐在与东远西域之间来往颇有经验，向来逢凶化吉。都不是前两日，主人姐姐听说中原要举办什么武林大会，想要来看看，也不会独自。”带我离开商队，这样遇到这个强盗。他说：“无灵蒙灰，号称雄仙。”啊，无灵梦灰啊。他说没头没尾接过话，他说又低语说出了几个，然后女孩用狐语回复了几句哦，掏出了羊皮包裹的东西哦，这是何物？该不会是书吧？恩人勿怪啊，姐催我带他回商人。他说这是礼物，请笑纳。该不会是书吧？这是什么？哦，建筑物啦。这个是灵翁，人死后啊，这个是开轮回的吧？我猜。后会有期，哦，有气，然后就去了。然后感叹自己，他说这个羊皮展开之后有这个地图哦，简单的汉字。他说：“天竺波斯土蕃，想不到我中土神州之外还有许多异邦奇国、哦，大开眼界，或许可以在西域地图组建商队，派人前往就近。”西域地图，啊，这应该是建筑物吧？这我人又少一个了，又少了。这是刚忘的零啊，我怎么觉得好像又少一个了？可能一直在默默的减少。然后他这个只要满二十就会开始往其他扩出去，就是我后来发现他正在这个往外扩张，应该是建设有新的吧，打马帮，然后就是可以打通获得西域财宝，占用一个空间。好啊，好，我要找人了。那，我在猜忌应该还是会有更新，觉得。就是，但可能又是很晚的时候了，他都在三更半夜更新，然后三更半夜人就要受灾户这样，这冲击比较小。
我要盖哪？盖这好了。在十月一号前都要讲。他刚刚好像也给我一个东西耶，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用来干嘛的。他有给我两颗。啊，应该是轮回台。二轨道不是吗？啊，他那个是干嘛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剑总会停摆了，然后人死后依照死者来塑造，就是他是哦，他是珍宝啦。啊，来这边吧，我要去放看看了。那现在这次改的这样子，就是你一开始遇到他，你只要打第一层就好了，第二层就简单了。我是觉得这样改不错啦。就是这个还是要打这样。这个还是得打，只是就让觉得好像真的变很好打破他的那个，然后第二次就你就他就变成对话，然后这样子就直接使用道具就收服了。他现在变得就是第二层不用打了，但是真的简单很多。可是这样不会变成不会加恩利啊？对，要打第二层才会加。对，要打第二层才会加。等要测哎、欸，我要测一下好了。对啊 ，NE 没有啊，我先试看看啊，90嘛。因为原本加 NE 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的。然后找一下其他们这边。哎呦，紫竹对吼，我得回去找紫竹。现在就问喜恩义了，我是觉得他可能到时候还是会修吧，第一层改在第一层吧，这样看就知道了啦。我现在90嘛，然后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这样。再看看吧。欸、他真的是马上用这一招哎、欸！他放那个天河，然后我现在是90，然后是哪一只啊？这只吧。对啊，不会加，现在不能洗了，真的不能洗了。这我不知道 是好是坏啊，不然就是用老方法嘛，去洗那个什么东西这样。出发知名度日志，所以我要怎么派人？不能点啊，那时候我带什么？我给他带蚱蜢好了。出发哦，他是哦，他是用这个去换的，对，要等他回来。仓库还可以再升级吗？不行，你再戏弄他。哎、欸，说不定这是真品啊，是。这个奇珍异宝哎，在我们眼中可是这个高等的，对，没有见过啊。往往不都是这样吗？拿这个没人看过的东西去吓唬他，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像是珍宝，然后就会拿更高价的东西换回来，这样。
这是这个最高境界。他说为了筹备五天下晚会，一对邪教弟子找到了所在哦。他说希望能，哎，我是要帮什么啊？我是随便帮一个这个，我不能帮自己哈。捐资源，野猴的，我有点忘记这个要帮哪边，应该是没他吧？帮一下好了，因为我很扯啊，他现在超好练的啊，我读书其实很慢哦，我读书真的很慢，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是一品的哦，我竟然在一天内就练完了第一个总纲。然后到第二页了，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我当初读了老半天，我当初读了老半天，连那个二品还是几品的，连第一页都卡超久的。现在就读一天就爆了，实在是很猛。想要赢的话，帮他们一下好了。捐赠资源，再捐这个。我家里就只会产食材跟织物啊，所以那我帮他们捐这个就稳了。22，然后威望，真的又要再威望，应该至少要两次吧。他现在变第一名的，他这个是、啊，所以他这个顺序是第一名的排序的意思哦。那现在已经晋升第一名了，那我还要再给吗？39哈，应该可以的吧？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然后再请，陌生、较重、冷淡，为什么队友这么冷淡啊？是因为衣服穿错了吗？穿错衣服也错了吗？因为原本的衣服好像不是这个，但是直到某一天，我想把某一个衣服卖掉之后，从此就没有衣服了。这太狠了。一个小孩要640威望，真的是齁，受不了。冷淡。受不了了。结果没搞。我怕你等一下追上来要打，所以我走远一点好了。我要远离这群。这个可怕的人啊，结果也跳红字啊，对，你救得了一次，救不了一死啊。他还是有啦，但我在怀疑应该是刚刚那个，我直接离开好了，说不定还可以撑下去。这个其实怀疑是救党的问题啊，就是他一直改程式嘛，然后我们旧档的一直用记录没重完的话，他可能 AI 上已经出现分歧了，迟早还是会出事这样。我那时候也在怀疑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档案其实已经坏掉了，可能不适合玩了啦，我的感觉很像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因为问题太多了，他就像我们程式码一直在修的话，他出错的时候他产出来的问题，也许他把源头止住，可是漏出来的 bug 他没有，就是在这个档案存留的话，其实最后还是就是该怎么讲呢，就是他就是坏了，因为有个东西就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不符合这个现在的状况。所以其实该怎么讲啊，现在的玩确实可以体验到很多内容，可是它的档案如果没办法在一次的版本内给通关的话，那个累积下来的更新最终还是会导致
就是他这个答案会越来越不稳定这样。所以其实冲网是最好的安全牌这样。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就是这个答案就爆了。因为不然这样他就是像是一个你堵住了一个口之后，迟早另外一个还是会炸裂。所以我在想等一下我过天应该还是爆了吧。来试看看哦，先避开那个地方。然后只能试一试啊，就是应该还有其他问题。我一直觉得对啊，反手但是有可能是武林大会异常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说武林大会也会跳红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刚忘了先捐完再闪人呢、欸，哇塞！那我要再去那个红字一趟吗？我再去一趟了。是，我再来回两边移动，是，但是我怕等一下就红字，有可能是人追上来的关系吧，我不知道哎、欸，我再试一下。现在又正常了，应该是我在猜里面有分身，那群人里面可能有异常，是要异常这样，所以我在这个地图一旦看到它的话，就像是遇到了鬼一样的感觉，我有鬼啦。现在在玩鬼抓人，就是他们来抓你，然后你要绕跑。帮捐一件好了。血猴他现在上来了嘛，然后以防万一好了再捐一点，然后食材那个还好，那支持度的话我还是得为了那个要冲一下，我现在80%了、欸、所以我80%应该是我的极限了吧，所以等一下突破可以试看看，只是再偷一下好了，这个要做到这个完美无缺，我看看哦、喔，好像啊这个掌它刚好有，我偷这个掌好了。强，呜呼！哦，闪人，是，抢完就闪，但是有可能会不会爆错就不知道了。血瞳大法，他们中间能不能跳过？好了，不行，算了。比武大会开始哦，正在轰轰烈烈的举行。啊！我刚好离开。哇，他这个有多久啊？闭幕有6个月。啊，他说，哎、欸，我的剑种真的只剩一个了、欸，哎，剧情杀真的只剩一个剑种了、欸，哎，那真的只剩一个。我那时候以为是剧情单纯说说而已，没想到还真的只剩下一个。然后先再一次通关没有啊？还有你说你吗？一次通关。
哦，我看一下图画。刚那个几率大增了，应该、啊、还有一个月、啊、那我先去参加看看啊。虽然那个地方感觉就一副我有事的样子，就是因为一直控制，我就怕，所以一直在那边来回走。不要追过来，你们这群可怕的人。马上就追过，我在怀疑里面有双胞胎，严重的怀疑。欸、他在这哎、欸，我之前一直没看到他啊，来打看看吧。十天，雷是新的英雄，应该都是掌门级别的吧。旗开得胜。他说天下武联盟因各派要人尚未全起，无法举行啊。杀回这也行。那你干嘛开给我啊？这什么烂理由啊？这是什么还扣我的天数、欸、完了，这个会不会等一下就坏档了。又怀恨在心，然后八字这到底是怎样啊？我的天哪、啊！算了，帮我把这清一清，看看会不会红字吧。然后有人说他红字的原因也是遇到某一个人，他只要踢了他还是遇到他就会 bug， 所以有些是角色上的问题，就是真的是角色上的那个异常。我把这边打一打，然后再出事我也认了。好，最后一个。就看会不会再有问题吧，反正之后我说我的那个觉得还是都宰掉好了，比较快一点，比较不会出错。试一试啊，那就直接过天好了，我就不等，然后等一下看一下是不是会出错吧。为什么负重了？哦，东西这么多、哦，这么重哦！我先把那个，应该是这个吧，最容易重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好、哦，就这样吧。正常的，果然里面混有这个可怕的异常资料。谁偷我东西？那一定是里面混的异常资料啊！就是我就说，为什么大家会看到红？就是去看那个什么，那个野外不是有那个什么，就是像这种。像是这种小地方，不是过去的时候会有那个 bug 吗？就是你过去的时候刚好就遇到红字，因为就在怀疑那边是不是有太多那个脏比图变种这样，脏比图变种。脏比图变种，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有可能是那个胖胖当比，因为他可能
类似他要自爆了，所以导致害你红。我看他人有增加，应该是赶到了吧？这个武林大会。你看这个教主，看一下哦，血猴教叶清门，哦，都来了吧？我看一下他们的名称叫什么？无影的，也没有那长老来干嘛、啊？哎、欸，只才两个啊，那打屁呀、啊？是掌门只来了两个，是。这应该打不下去啊！我老婆又跑掉了，他是不是死掉了？我在猜，还是被刚刚被我击杀了？他又不见了，完了，他又被绑走了。我老婆应该在某一次的版本被绑走了。对啊，我知道刚为什么红屏了，因为又他又异常，他又消失了啊！我真的是退心了。我想一下哦，那以前是不是可以？我不知道他以前那个什么看族谱，就是功能是不是可以透过我点他，然后再点他去看到他的传记啊？就是以前可以这样操作啊，我一直觉得我的印象中好像可以这样子看，因为他现在只要人不见，我什么都看不了。就是他现在好像就不行了吧？就是他不见的话，我怎么点都不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功能超级烂的，就是我怎样都不能看他到底跑去哪这样子，一直觉得。他说他在4月4号的时候离开的同道队伍，这一天没错，可是都没有讯息耶。我看一下哦，对啊，他都没有写啊。还记得我之前有个女儿吗？我就莫名其妙他就死掉了，然后他什么讯息都没有跑出来。就类似这样嘛，然后空闲有一个人，他在太武村，可以用太武村把他拉回去了，让他回来。我说对啊，坟墓到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女儿的坟墓在哪，真的是，他就莫名其妙就这样一小段话，让他回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回到太武村，我先在那边好了，我再参加看看。应该还是不行吧？是，只差去采集哦。不知道会被雷劈死吧？怎么采集？我现在那个太武村外面都战区耶，雷劈死。哦，你说直接派他来采集哦？算了，我自己回去找他，没关系。啊，那这个应该解不了了。这个界清门的人来，我在猜应该是因为这样吧，就是界清门因为在这啊，所以他可以直接这样直冲上来，这是最近的。然后其他长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赶不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声望可以开客栈的船点，这样他们赶不过来，因为我客栈威望不够，不能开啊。我在猜会不会是这样。这是一个，这个看你的这个财力是不是雄厚这样，那没办法了。所以我就会卡在这吧。那我下次就不帮，就不放在血猴这边，我去别的地方好了。就比如说换中间一点的位置，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就是。让他们参加。严重怀疑
那我现在干嘛？继续加这个好感？哦，我知道了，偷掌门的东西好了。看一下，这种东西，织物，河图洛书，还有这个身法。哎，对哦，他那个有一招很 OP 的。那个界清门是有一招很 OP 的，是哪一招啊？是这一招吗？混天移星功，他有一个身法的招式很强，这是我偷看看，我打得赢他吧？他好弱、哦，这个还没成长的，等试看看吧。啊，我没有那个了，好，还有一天。他在试图偷我的东西哦、喔，霸王凯，这个反而已经来不及了嘛。既然都这样，我要试看看。他的那个，哎、欸，他有汗血宝马哎、欸，这东西哦，一瓶这个，怎么被发现了？哎、欸，原来如此，因为他有汗血宝马，他才可以赶得到，其他人根本就没有马，怎么会这么可怜？原来这才是真相，因为其他人没有马，所以他根本赶不到啊。哦吼，我抢到了，再抢，没有马了，我超强，我也不用充好感的。先马上换上。看一下、喔、我有马了，直接一瓶。可是它行囊大小比较小，因为等一下我装上去的话，应该就负重了。哎、欸，我现在在门派，所以可以用仓库吧？突然想到了，突然忘了还有这个功能哈。哇塞！所以直接抢用这个 A 的比较快啊，然后我现在又要在这个担心受怕，因为我怕等一下又这个又出问题了，就是又挑那个又挑一些不该挑的东西出来的，这人生真的好难啊，还是装备太多了。我把这些都存进去哈。仪器回复速度，哎、欸，好像还好啊。这个因为它重量真的太低了，这个真的要抉择，看你想要的是速度还是你的背包这样。怎么还是那么重呢、啊？我把铠甲存进去哦，这样应该要轻很多。好了，然后还有什么再拖吧，反正他不会离开你。再抢这个一品的，哦，这种东西，执法这个好了。呜呼，我又抢到了！我、哦、来了，他要来抢回来啊！来啊，打架啊！来打架啊！关切，对啊，爱照，他想要聊三呢、欸，哦，他那个治不了，催心掌的效果是没办法治疗的，好弱哦，啊，最重好了，这心脏最多只能六点。哦、他这个也是无限 bug， 无限治疗流，他那个四一直减不下来。有了，好可怜哦，他的马跟他的绝学还掉了这个。还有什么可以偷的？我再偷好了。
哎、欸，等一下，他现在陌生嘛，所以我跟他聊一下好了，玩弄他。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我欺负他，然后我要跟他聊天，要加好感，那最后一天了啦。这个门派已经没办法举行了，是，虽然收获是很多啊，我顺便练他那一招，证明。再跟他加好感，再跟他聊一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哇，他人又马上好起来，那我再跟他送一个东西哦，我看一下哦，送礼物。啊，他这个只有看得上这个，那我给他这个好了。刚刚他掉的，送还给你。这很白痴哎、欸欸，没有红字哎、欸，这我真的偷到了、喔。他说因为未能举行成功，哇，那个这样子是不是要一直等呢？他说因为。不断受到香酥爪牙的袭击，以致举办失败。他说各门各派不断的派弟子寻访这个馒头，或许唯有他到场才能促使天下第一武林盛会。这是在讲什么鬼话、啊？我明明就到了，然后说，所以意思是说路上的那个怪太多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是什么鬼打墙的对话啊？这实在是太扯了。可是我偷到那个汗血宝马，我真的是觉得太赚了。干脆这样，现在掌门我都打得赢啊，天魔通。这个他也是缺的，现在就干脆抢别人的东西比较快哈，有没有比较好的？这是什么？他的衣服很轻，算了，抢这个叶青的好了。还有什么可以玩？他身上好多好东西哦，这种东西神指法。我应该要偷吗？看一下还有什么？反正都来了，就顺便好了。再讲，被偷了，啊没了，没有办法，应该是运气吧。然后再抢一次好了。我又抢到了，呜呼！哎呦，他要降热层了。以前因为掌门非常难凑这个好感度，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你真的跟他打坏关系，要再补回来这件事是很难的。可是因为他今天早上的更新，让这个门槛就是瞬间大掉，这样就是你要跟他加好感变得有就是好像蛮简单的。因为他说他可以接受收低阶的东西，就是他可以接受，所以这种东西还有高等绳子哎，原来绳子还有分等级哦。对啊，惩罚太少了。然后我看一下啊、哦，这个还有什么可以偷的？我看一下啊、哦。他没有什么好东西啊，感觉已经偷完了，不然就是这个吧。他说不具有灵敏体质，我看看啊。他说被发现了，好了，不行了啦，已经应该是没了吧。我的、欸、还有哎、欸，继续做好了。既然还有，就不要浪费啊。再来一次好了。他说：“我成功窃取了，呜呼！”真的很机车哎、欸！
对，顺便好了。还有吗？啊，没了。然后我顺便测试一下那个宝马的速度好了。我之前来这边至少要一个月，然后我现在回去这边，我看多快啊，6天就到了，这也太扯了吧！我之前来这边要一个月，一个月没错，6天呢、欸，哇塞，这是什么神奇神驹？放回来哦，好、啊，这太扯了吧，神驹，然后。哦，没有啦，是没有一个月啦，是三分之一啊，他说了三分之一。哎、欸，那我觉得测这个比较准，这个京城，这个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三分之一变10天吧。看看，三分之一，哎、欸，没有哎、欸，啊，这是他的极限，他70%，如果按照70%的话。他可能他没办法让你压太低，所以他那个他最多就只给你压到六，就是要6天这样。我现在脚没有开水，没办法。那这个，我靠，这个我从这边冲到这个大圆，这个大小圆上，我之前真的花好几个月哦。这个现在只需要15天，15天，这个超强的哎、欸，所以。所以现在以后大家先去这个借亲门偷他们的门主的马回来用，然后之后就可以可以出远门了。好啦，这个真的很强，真的觉得真的要换了，强的了。然后还哎、欸，他们那个招式超强的，真的是先存个档好了，看有没有出事。他一堆杀手，对啊，然后现在所以我就要一直等武林大会了，等慢慢等吧，因为他那武林大会早上武林大会是9年一次啊，所以我上次没成功就要再等9年了，所以我自己有稍微就是，哎、欸、早上我这个自己稍微去把这个其他这个就是门派的那个入魔的直接都清一清吧，因为我怕太多了。就是累积太多会有异常，对，清了几个，不过花了蛮多时间，是稍微少了一点，但是我怕这边还是很多，只是就是不要太加减清一下这样，哦，然后这个有紫竹，这个可以先去找他了，让这个正妹。这个变成萝莉，那个凡神，那9年一次真的有点麻烦。等下现在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红字吧。哎、欸，嗯，那武林大会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红字，有人说有人说没有，所以很微妙。然后有人说，这个如果没有到期，是因为你要一开始就要去，就是在他还没出来前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就是出那个初期的时候。初期就要先在那个会开的地点等，然后在面等，在第一场回合就要进去，然后才会正常的出发。那既然就是要等第二次。那我后来自己试了一下那个什么吸能力的这种啊，打王是很爽啊，但是自己中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他那个我自己跟自己人切磋用的那一招之后，他的那个就被吸走了，他就没有还他，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他没有还他，所以我看堂去就说，如果你是那种扣的话要很小心。对，反正就是要留意这种。哦，对啊，这个游戏就是很写实啊。他说手持凡神链哦，剑柄哦，放于玄石之上。他说突然黑水自玄石
风涌出哦，未待，莫，哦，未待黑水涌尽，紫珠上却燃起了赤焰。赤焰熊熊燃起，颜色自赤转白，由白转青，却未见烧毁紫竹分毫。哎呀，那脸被遮住了。他说：“你别看啊，这个丑不会咬人。”然后少女急起这个狐狸往后退啊。然后丑狐放火烧他吧，不，莫伤人，我们还是赶快躲起来吧。少女紧抱着手中的狐狸，充满戒备，跑出了这个视野。是妹子，看一下她的那个。丑狐是父王让你带来躲在这边的吗？那会卷吧。这个太可怕了，丑狐。然后那个西域的东西，就是为了送那个这些人好感呢、啊，就是西域的道具，就是拿来送给这些人的好感。然后马帮这个啊，这个茶马帮就是有点像探索，他会你带东西出去，然后他要中途换补给，然后是他会回来的时候要算去跟回来的补给量，所以这等级要很高，不然那这样没办法换东西，就是。就是他带出去然后回来，因为 我上一次放出去没有按回来，他就在外面死去了，就是物资就损毁这样。这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种小游戏野外探险，然后路过每个月要看一下，因为他补给是100，然后你要拿你身上的货物去换，所以导致你的空间太小，根本走不远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一开始先把它升级上去的东西。然后自己要拿哪些去换，我也其实也不确定，所以我打算还是用这个好了。哦，这个是我那个，反正我今天在清冷的时候，顺便那个是抢来的，我还是带这个去啊，这个比较有趣，带这些虫子出发。然后就是它这个就是它会算一节，你要还要去的时候要算回程的路，就是你要算啊，我没有带。没有带好哎，可以再带。反正这是一个需要探险的东西，这是一个蛮长的流程，甚至一个可能要好几个月才会完成这样。然后我终于发现一件事了，我偶尔来轮回台看的时候，发现右上角竟然有一个人。然后当我点进去的时候，是谁呢？我自己也吓到了。竟然是我死去的女儿，她怎么会在这？所以她坟墓被这个没有去打理之后，她的魂魄在某一天自己走回来了。所以我是无意间发现，所以我只好把我这个死去的女儿送入轮回了，再见了。然后她转世，这个包是什么？下面有个跑条，然后这边有个属性，真的就是。这个就是玩那个，因为我之前那个前作是没有玩过啦，但是他这个算是一个拿他的能力去，会好像会回馈给自己的那个下，不知道是下一次还是怎么样吧，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增加下一次的能力的，可是我觉得很麻烦，但我不知道那魂魄到底怎么会自己走回来这样。始终知道自己的路家在哪，这样，所以我在怀疑他当初他的坟墓可能在太武村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整个就是突然看到，然后现在真的是很尴尬，这因为他现在就是只能等，就是有9年，所以这边就等了一段时间，就而且9年不知道会不会有红字，这游戏可以盗墓吗？我不知道哎、欸。它是可以守墓，但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盗墓，我也蛮想知道怎么盗墓的，本身也很好奇。然后那这样子就去这个玄女吧，因为我要差不多要准备去这个决定学那个一些招式了，这样顺便去救救我的大儿子吧，大儿子。
九宫山是从这边过去吗？然后出发 ，Go。啊，你是哦，消除负面特性，好像没有用。我才刚出发，幸好只出了一段，为什么没有？你有过夜就全女那个对啊，然后拯救我的小儿子的大儿子啊，降低程度，所以可是还是有用不是吗？那是会变轻是不是？可是你扣的还是一样多，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算了，我都就当做去拜师好了。我的小儿子，不是大儿子，还有救吗？这个哦啊，是三颗的，这个是只说最严重的三颗，一颗这个是最烂的吗？因为其实我也蛮这个，我不确定是这样去分辨的。有三跟一的，就是它有这个图案，就是这样判断嘛。那不是，它好像是上面的这个，两颗哦。啊，这样这个一颗也太严重了吧？这一颗也太严重了。哦，到啊，就是人等。那可以啦，好啊，那我这样就当作去那个开地图好了。好，继续出发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啊。对，我要解除他们的恩仇。我后来发现呢，啊，这个其实为什么他们一直打架，原来是妈妈一直在找他的小孩打架。然后后来把妈妈，就是因为她一直三不五时离开，我已经不知道控制不了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她拿去回村民，就是当一般角色，所以他们从此之后就没有再受伤。但是这个老妈已经不行了，真的，我打到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最后把她送走就安全。只是他们还是会仇视，但是不会乱打架，我只能这样讲。然后有神驹之后，真的快超多的，我真的是一直在拼命的赶路，这样真的很爽。有一个神驹，这个神驹我不知道到底当初到底要怎么获得，就是我在猜应该是要那个谁洗到超级高阶吧，不知道。然后。就是有了这个之后真的是快很多，我有看过他卖一个比较普通的移动速度，好像是30吧，是驴子吧，就是最低阶配备的 30% 的，可是他的行囊大小很小，就是蛮小的。欸，等一下，刚好你也去偷了一批哦。这是什么？以猴救苦。哦，有的。哦，他所以你也偷到一瓶的哦，那么好偷。那我等一下去武当顺便好了，顺便再偷一批，因为我怕哪一天我不小心把它卖掉，又去了。你这么好，那你可以去那个借亲们。去偷掌门，哦，那已经不错了吧？我是多少？对啊，50，然后速度70了。我觉得要去打界亲们的人要很小心，因为你要小心他放那个什么招式把你的能力给吸走，我是很担心，那会吸你。二当家的，哦，是什么？健康哦，将军，那这样有这个我想要的东西。
偷用。就后来看他那个发的公告，说难度要再调回来了，真的是跟预想的完全一模一样。被发现，为什么会偷不了啊？再一次啊！偷了，哎，没有，好像还是没有。再一次，我想要救这个我的儿子的健康度。嗯，还是发现难度太难了，没有啊，他要调高啊，调回来啊，可能就是觉得真的太简单了。啊，我真的偷不到他，浪费好多。悲伤，回我。那有说现在把那个什么，把那个鹿魔的打回来，他就会变成那个很快乐。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把女儿打回来，他还是很悲伤啊，所以我就纳闷，这功能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真的。可是因为我那女儿被转化的时候，我打过没有变回来，所以我就很纳闷，到底是为什么？不过因为他是那个唯我的，所以我就不留了，应该就留这个人善跟中庸吧。因为我记得刚正，如果你那个他切错，好像还是会扣这个好感这样。其实就这两个属性是最合适的吧。一来就马上有欧里穴，这个地方也有问题，我可能要用两段式吧，就是。那如果这边有的话，就变成我要先把这个地区的小怪都清掉。那我可是如果因为他这边资料已经异常了，变成我要在边边停留一下，然后过来的时候打几只，这样慢慢清。就所以我就说，就是他一定是那个资料复制有问题。现在很多这个。该怎么讲？就是啊，一对啊，就是很多复制人啊。其实你只要打到对的人就好了，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斩杀就好了，就是其他就会正常。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清别的地图的时候，我都有稍微测一下，就是。我会走过去，然后停留一个月，然后让他们靠近，我再打，因为我要确定说这个地图有没有异常。所以其他地区是还好，但目前看起来这个地区出现异常，又麻烦。然后到底是谁？但是最有可能都是在门派底下，按照我之前的想法，送上拜帖。他说。就不在了。他说不传男的，只怕，然后就说完了。真的不传男的，是瞧不起男的吗？是。反正我就慢慢打。穿女装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这样吗？那个其实就是他少了一个翼龙腹，那把胡子剃剃，也许就看不出来了。对啊，其实我后来有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被转化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大部分很多都是唯我的。梦里在这刚好顺便吧。就是刚好可以送他那个东西加好感，
就是我那时候拿到这个西域这个什么图吧，它是珍宝，是来送他们。嗯，我觉得它更新之后的那个这个金钱取得速度好像正常了。那以前镖局三不五时都没有资源，然后现在感觉就是收入有比较稳定，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还是有哎、欸，真的有在消化。哦，嗯，看一下要控这个，那就是你要打开来看，然后这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真的是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真的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它就是有时候你要注意看，因为它现在这个补给消耗，要等下一个村庄停了之后，就要拿你身上的东西去换它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只有这个背包大一点才有用。那送这个礼物，这个时候就可以送，他只收这种珍宝，然后这个就代表他不喜欢。被打脸了。对，他会最后事件会说你的车队翻覆，然后东西消失这样。就是就等于就喷掉，然后你要再重组一个车队。那个声望值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声望值越高，他到时候换比较容易换到好的东西吧。那不就惨了？还好啊，因为重点我拿的就是那个蟋蟀，我就拿这个蟋蟀去跟人家换翻车，我也不会太怎么样啊。哎、欸，我换到五品的，我那时候有看到，只是来不及回来了。还不错啊，他那个基本上就是很好骗啊，拿一个蟋蟀去换个五品道具，很划算的。我就是说他们外面人都哇，天哪，这是珍宝啊！没想到我都没有看过这个动物，这样不是没有看过这个昆虫，因为他们那边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昆虫生长这样。可是你看到刚刚他送那个他也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高品阶的，就是尽量还是要换高品阶。我测看看好了，我直接过天好了。我想一下哦、喔。好，直接测吧。哦 ,safe。我刚击杀了这个红字的。太感动了，我真的打对人了。我胜利了。就是我现在在怀疑啦，应该是卡在那个门派附近的，就是我自己也真心怀疑有问题的角色应该是卡在那附近，然后我完全没有理他，然后换来就是这个珍宝五品啊！你看，就是拿这个九品的蟋蟀去跟人家换五品的，还换了一只鸟回来，这个实在太神了。然后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补给，因为他有时候会发现村庄，就是他会说，有村庄有你就可以跟他交换，要拿身上去跟他换这样子。然后他会跟你的东西一起，就是他会拿一个东西跟你换你的东西。但是重点是要记得要算，因为他这边出六个时节是六个路程，所以你必须要让他回来的时候也要算六个路程，所以那补给的有时候就是很运气，如果他都刚好没有遇到补给的话，那你可能这趟出去是回不来的，这样就是要看状况，如果这补给还有应该可以再顶。这个一去是好几个月，我要先讲，它不是瞬间的，它是一个月走一步这样，所以这个的收效益是要有，大概我觉得至少要先算个一年左右才会有实际的这个收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把它当作就是为了解这个好感度吧，这个你的这个剑种的这个妹子一些其他的角色这样。药材，他们又怀恨在心，我自己去打一打好了。
一对，再抢一次，还是被发现了。我发现这个还蛮难抢的，它比那个掌门还难呢，就是感觉掌门有点骂卡，这个反而强到比掌门还难拿。好了，总算，哎呀，打架，哦。这次隐居民宿，我、哦、靠，那个什么速度啊！这个超强的哎，这是世外高人吧？那速度也太高了吧！原来真正的高手在民间啊。这是高手啊！这是什么？哦，好险！他的能力好值好高哦！这是哇，掉二绝！哇，不愧是高手！高手掉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力量还直接加，可是恩力直接减10%了。那原本就没有恩力了，算了。高手就在这个。真正的高手都是藏在这边的。然后，其实我刚刚是抢他，为了干嘛？是哦，我要拿那个药给我的。没有了。我大概唯一这个好感最高的，大概就是回春堂吧，因为我之后一直这个。唯一这个是最花钱的地方的。然后他有人说，这个老婆如果死掉也会红字的样子，我有看到，就是如果他不在你身边，然后死掉的话，有可能会红字，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看到有人这样说的。所以如果有老婆的要小心一点，这个可能那哪一天出意外的话，可能带你一起下去这样。那跑到隔壁了，不抢你了啦。其实我是要来找这个鸡的，云鸡之旅。哎、欸，怎么可能？他都几岁了，还可以诞下一女？这是我的吗？严重怀疑。对、yeah.。我要研究一下了，这个血统怪怪的哦。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年纪已经超过40岁了，小孩好像不在我这了。啊，他是这个，他在家里，所以我要从家里去看吧。他现在这个要远，从这个方向去看，真的有点麻烦，我要回去才会知道资讯这样。好像点不到他。绿绿的，啊，回去再看吧。反正事都已经发生了，你能还能阻止什么呢？事已至此，哎，这是什么？吃人鬼是什么东西啊？亡命之徒，大概在45岁左右吧。
那确实，相比之下，他比较年轻，没错。啊，果然，那个孩子不能，应该是我在猜，应该是那奶孩子有异常。通常就老婆会跳错了。就是现在很麻烦的是，我大概怀疑，反而跟老婆有关的剧情全部都会有跳错，所以我也很纠结，可能要去回去把它回收回来。我要先赶回去了，那一定是那个，所以我刚刚是白偷了，是不是？也是有啊。你按那名字不就不用取了吗？我看一下啊、喔，是有取，我看。回去一趟好了，因为应该是那边出问题了，有可能要回档，就是真的需要的话。我看到白色的点呢、欸。是我看错吗？哎、欸，你要怎么知道他跟别人是跟别人生的话，是父母的那个会知道吗？所以他是代表他真的是我女儿、喔。欸好奇孩子。哦，哎，他们，哎，他们回来了，正在向东而行，等待邂逅，所以应该是回来了。是哦，女生到50岁哦，那也蛮还是蛮久的、啊。是我的种？什么？那也太会生了吧！已经生了第八胎了，其中有一胎就是有一个那个女儿死掉了，但是目前已经生了八胎了。这一胎是算比较晚的了，我拿一些奇怪的东西去测试看看好了，我把一些什么看看什么药啊，大将军。我拿比较好的去跟他换，然后看有没有几率可以出高品的，比如说像是我拿6品的去好了。然后装备的话随便好了，都带一些奇怪的东西去啊，衣服也给他们好了，乞丐的衣服啊。我这次就随便撒了。都试看看好了，兔子也带过去好了，然后带鱼，然后带这个，然后这样就可以出发了，那就会再出发。可是我怕等下会红字，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是生超过的问题。他生过他的极限了，所以我要找我，我想一下啊，他现在是在，对吧？我等一下直接过天好了，因为我是怀疑，如果他等一下这边有出问题，那就是代表，就是真的GG了。先把他好感就是增加到，好像没东西给他、欸，算了，这个我转正给，看他的关系图好了，以德千金，拒而不应，这种请求，
赠送资源，万一他一来就要打架了。我一直不想带他的原因就是会打架，那打起来真的很可怕哦。对啊，那个小孩有问题，应该是那个小孩有问题。我回个档一下。但我现在发现，只要跟老婆有关的，全部都有问题。就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就是随时不定时那个炸弹点这样。我那时候在哪？答案是要回到最后一个好了，因为没办法了，那这个一定要及时拦截。对哦，我先复制档案好了。所以我真的玩得很纠结啊，那个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修掉这个问题的话，我怎样玩都会一直出错，就是这么悲剧。随时复制档案，这时候应该还没生下来啊。然后东西你就是真的就是放弃了，刚刚做的一切都就是我应该等于就没有偷到了吧。对，这个好像是，我看一下哦，他身上没有药。对啊，诶 ,246, 诶怎么又少一个了啊？不是妈妈的问题。有一个不见了。是哪谁不见了、啊？等一下，246，六个没错，所以我要赶回去了。妈妈不见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防范这个问题耶。如果他小孩一旦诞生的话。是有一个很糟糕的做法，实在不太想用，一个很可怕的做法。这时候如果生那个，干脆不要生还比较好，突然觉得。附身那个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也许还可以避开一劫。我现在就像是随时在渡天劫一样。此劫到底能不能渡过呢？先过好了，我现在就不动了，因为我要先确认问题在哪，就反正放着就浪费人生吧。那好像也没什么好修炼的吧，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修炼的吗？没有。为了确定原因，所以我会放好几次，然后等那个小孩出来吧。哦，他这样变成会指点这个五度剑法，为什么会指点我啊？都有剑法可以学咯，要去普渡人嘛。真的有我怎么原来可以这样子强制学习哦？通常他刚的时间点应该也差不多快要生了，如果小孩子一旦诞生的话，我就会出现异常的话，就代表真的有问题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在怀疑可能是升超过上限，因为可能他因为我有个小孩死掉了嘛，他可能判定，我在猜他可能是判定你还缺一职，还可以再升一职这样子，然后但是实际上已经急过头了，是推测啦。哦，对，可以继续玩啊。然后是这个马车的问题吗？因为这个马车太可怕了。然后我又没什么好练的，所以继续发呆吧。因为我现在也怕怕的，不敢再做任何事情了。我会等到小孩子诞生吧。就快四五十天，这个人生就给他浪费，没关系。然后反目成仇，难道是因为他们打架，打到这个连我受影响？二四六七啊，对，刚求的药都没了。好，我先。等一下去帮他补一下哈，不是他，因为这个就是老婆有问题，所以其他小孩我也很怕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都没有把他放掉，原因都是大概自己监管吧。主要原因是在这边。不然其实我觉得有几只干脆放出去让他们去 happy 就好了。天哪，这是什么？好像是新的 log。我觉得是小孩的问题耶，真的是。是什么？就像是一个炸弹一样。没办法啊，我要出绝招啊。为了这个我要测一下。那下一秒就会出问题嘛，所以我要试了。我要暗杀了，这是我的最后的招式了。我要出手袭击了，只能出此下策了，因为要试看看了，不太确定是不是。现在是这个为了拯救自己大作战，这个世界还需要我。泥沙秘密杀害，然后过天。log 短一点了，但是也是没有错，就是他应该是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哎，这是为什么啊？我想一下哦。就是他 log 有短一点点，所以你就其实我是怀疑，我一开始就在怀疑，应该就是他没错。又不能玩了，天哪！但是我还有几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要稍微试一下，我要去他当初被绑架的那个点再去看一次，是不是有复制人在那边？啊，关不掉。太累了吧，所以我就说这个玩得很纠结啊，就是别人都是可以正常玩，然后我就这样是在跟 bug 对战一样。等一下哦，他现在连停止都不能停止了。
所以我应该说可以奋斗到至今，已经可以看出我绝对的毅力了吧？就是我已经经历了过多少个红字，多少个这个风险磨难这样。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该不会他数值不正确吧？我先赶到这边，因为我怀疑那边有东西。我记得路没有错、啊。哇，来不及了。因为我怀疑是有人绑架他，可能吧。我要找一下，当初他就是在这边被绑的。如果他现在这边不会出事的话，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啊、哦。再回一次档吧，等我一下。一不做二不休，现在我就要回到这个过去，再击杀更未来更早之前的这个他，也许就可以拯救世界了。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有点犹豫了，这个到底当初是要保留他，还是继续拯救他？等下说不定直接把他杀死，有一条路，我猜啦，就是还到这个。因为之前有人说那个一直死亡，那时候我是有讲老婆死亡也会错红字嘛，我在猜，等一下。我直接击杀他的时候，他就有问题了。啊，是的，来吧。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人冻起来，就是他要死不死的状态的、啊？但是他会没办法动，是把他变成活死人的方法。秘密杀害，然后过天会不会报错？对，就是他啦，没有错啦，一切源头就是他的问题啦。就是他身上在做什么行为，所以他异常了。我一直在怀疑是这个，所以早知道最初的时候就该动手了，现在来不及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人给封印住的？除了击杀之外，绑架可以吗？绑架如果一辈子绑着他，他有办法？就是因为我没有试过绑架，我想要试看看啊。绑架他那个好像会自己跑走，对不对？我现在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再复制出一个人好了，然后让他的资料。可能刷新，也许还可以续命一回，续命一下，这样看吧。现在就是一个这个 debug 大战。因为我严重怀疑有第二个他的自己，但也许当初就有三个人的，其实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就是。我资料异常的那时候就有三个老婆了，然后我那时候击杀的可能是某一个老婆而已。
还有什么绑架他好了。欸，绑架要怎么绑架？是我要战斗中然后用绳子绑他吗？试看看好了。丢绳子哦，打架丢绳子，所以是出手吗？啊，大义灭亲啊，来决斗吧，是啊，拍照。绳子他速度太快了，等一下先追上去。拍照拍照，绳子去吧。喂，欸，这边太弱吗？怎么会没有？我再出一拳他就倒了。欸，可以，再一次。绳子，喂，再一拳要死啊。公开处置，任其离开。啊，他离开之后，我就找他在这想跑。还有什么刺激？我没有毒药，暗中损伤。不，你敢伤害我？化解。啊，这样子，看有没有比较好，没有抓到。啊，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啊，他应该会有坟墓吧？只有亲人可以碰自己家人的坟墓吧？我把他的坟墓也破坏，让他变成灵魂好了，太狠了。现在没办法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我找到了，有没有？看我的公，有没有？我的第二个老婆在这。原来她在我的底下啦。我家里有一个，这边也有一个，有没有？我重现出来了，两个老婆。我就说老婆真的有两个，我直接就试出来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资料有问题啊，不行啊，我再这样下去我会出事啊，我要决定了。真的太崩溃了，有两个老婆。所以 我现在可以重现哦，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把腰尾捅到，就是然后他现在不是加入我，我现在没有在开玩笑，我现在正在重试哦。我现在老婆在我身上，对不对？我把她放到通道哦，那这个要见证奇迹的时刻，老婆分影分身，然后我再赶回去。我当初就是这样发现异常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婆会诞生成两个，真的很有病哎、欸。然后我再去把这个，我现在超累格，我把这个在工作的老婆，下一个，我把工作的老婆取消，她不见了、欸，为什么她这边的法不见了？老婆应该没有在我身上的啊，那为什么她会顺移到我旁边？怎么可能？等一下，我想一下啊，不行，我要再测一次。我觉得太麻烦了，我决定再试一次。因为照理说他应该不在我附近才对啊，为什么他会？这一次是绝对不留手了。难道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我的那个附近，所以导致异常吗？啊，秘密杀害，那我看过天会不会异常？不行哎、欸，老婆已经把我卡死了，我找不到他另外一个分身在哪了。
以前照理说会有两个的，但我等一下再试看看好了。哎，这件事告诉我，就是请大家尽量单身，然后不要找老婆，不然你就会玩得很辛苦。就是请不要结婚，然后继承就自己找一个合适的通道，然后你就培养他，不然你的老婆会搞死你。我再看一次好了，不可能，他绝对不会在我的同一格的位置。现在他在这嘛，然后家里的话，家里的老婆应该在四级，那老婆在这边有没有？老婆在这边，我那边也一格，就是简称两个老婆。但是因为大概是把他稍微同道之后，所以他就从这边消失了。所以这边的做法我要再做一次，他应该是要先放掉，他就变成闲置的空闲，然后我先把这个老婆先腰尾捅到好了，然后我再赶回这边，因为他到底说会，因为他可能在工作嘛，我在猜啊。然后赶快，还是只有这个，还是只有一个。哎、欸，好，那我再试另外一个。我不要击杀这边的老婆，我去击杀另外一边的老婆。直接把他击杀了。因为他显示太武村的村民啊，很怪啊，他怎么会在这里？无所啦，但是我怀疑啊，这可能是我之前的，我怀疑是之前的假资料已经异常了，这样。吉沙这边的老婆，那家里的老婆会发生什么事呢？秘密杀害，啊！还有他直接报错了，那个一模一样的讯息啊，这应该是，那一模一样的讯息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老婆的问题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拯救这个？有没有可以尝试建议的？我都可以试看看。我想一下哦，已经是入血，有可能啊。但是我再试一个可能看看好了，就是先读到这个档案，就是稍微往前一点的档案，然后我那时候在这吧，但老婆的资料应该是在那个这边吗？他应该还在这个位置才对。有没有还在这？他卡在这了，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去带村里的老婆来找这个老婆，跟他让他们灵魂融为一体。我要让他认祖归宗。
是这边带过来直接死也可能，因为21个嘛，应该在这吧？没有在这，老婆也在这边，我跟他来吧，去见证我们影分身。你这边瞬间变成五个哎、欸，但是我在怀疑啊，有可能不止他，就是我在怀疑，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老婆在。他那个也许就跟那个商人不是走路的时候会有那个假象一样吗？我在猜啦，大概这个附近还有他。为什么我一直要来这个地方去找呢？因为我当初原上就是卡住我异常的资料的地方，我在怀疑应该是这个地区有怪怪的人出没这样子，在四处的绑老婆。哎、欸，他还在哎、欸，哎、欸，所以我是不是遇见了？他还在耶、欸，这次真的是看到你分身了，没有看错了。我身上有一个老婆，这边有一个老婆。我跟他讲妖路通道，他不行了，要不进来。如果我把他放掉，他会掉在这一格，对不对？是暗杀应该会卡。如果把他放掉的话，他就会卡在这。把他放掉好了。哎、欸，那两个不见了，合起来了，这样也许就正常了。我当初好像也是这样做吧。他们合体了，我又找到他的灵魂了。我当初就是透过一些操作让两个灵魂合在一起，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两个灵魂跑到太武村了。他跑来回来了，因为他变成空闲的那一个吧。哎、欸，我把他叫回来做事。现在就是，如果我暗杀掉会出错的话，我就变成我要三不五时去顾一下我的老婆是不是每次都影分身，就是他会掉下来。你的老婆就跟骑马一样快，他说我还没上车啊，结果只有灵魂一半上车这样子，然后另外一半就掉下来了，那就是差不多这个感觉吧。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然后他就会回来，他现在应该在这吧，所以你再把他放掉，因为他不用说他外出，所以你把他选择取消的话。那就会在，欸，他好像还没回来、欸，现在显示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我还是先让他做事，我觉得那是显示的问题，他可能在异次元空间跟他的另外一半还在融合中。反正先这样吧，然后我先过天好了，反正老婆没办法暗杀，因为资料已经出错了。然后啊，完了，他在那个大小圆山派生下了一只，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他现在到底在哪？应该他也没敢回啊。欸，可是分身已经先回来了，可是老婆的字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欸，有啊，他好像在这吧，我看一下，有啊。有没有？这就是
很累，这个除了要探险之外，还要顾老婆，就是他随时都会这个灵魂分离。可是他应该是没办法杀掉，我是怀疑啦，应该是没办法，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试一次吧。因为这样真的不是办法，三不五时我就一直中招，我还是得要痛下杀手，不然我这样死早会出问题。他应该已经合体了，本尊应该合体了。等一下啊、喔，不行，我怕，我再去一趟好了。我怕，我再来这边看一次好了。我怕灵魂已经被固定在这边了。寻找老婆的残影洞。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被绑架，从一开始被绑架那一刻就开始异常的，就是一开始被绑架那一刻开始，他灵魂老早就被分离了，这样。我现在其实在展示的就是如何自救的方法哦，其实算。看我这样在玩，可是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你可能要用这种方式救自己的档案，不然一旦它分离，你没有来得及救回来的话，你的档案就会卡死了。我是其实也半个这个展示一下怎么自救法，可是那时候要你的码够快，因为要看它卡的位置，如果卡在很远的位置，那就不好救，就少一个人了。为什么？他死在这了。他被暗杀了吗？坟墓怎么会在这？等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什么？难不成？老婆，他真的没有显示老婆为什么而死啊？一样的问题啊。不是，这个太扯了吧？这个不是我动手的啊。那时候我就发生过这个，我的小孩死掉，但是我都没有任何的资讯啊。我现在换老婆也中招了，然后我还可以正常过天吗？我觉得好可怕哦。等一下，这边还有老婆吗？我怕，然后会不会做梦都遇到鬼？不知道啊，就是他的问题就跟当初我遇到那个什么，那个我小孩死掉的问题一样，都没有跟我讲啊，就是刚看的讯息都蛮正常的。我是不是可以安心的下庄了？终于不用再看到那个无限轮回了。是，他应该是老死的吧？不然就是被击杀而死。那小孩自己带好了。对啊，就是有时候会死的莫名其妙，就是他都没有说，那就不管了、啊。我终于解脱了，我从这个老婆的红字 bug 终于解脱了。天哪，有可能吧？难产死，不知道哎。没有啦，其实刚刚是因为我这个红字 bug，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资料异常死了，好像刚试了老半天，终于这个。反正他资料已经异常了，我就直接这样讲了。他到底是怎样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这样了。
啊，我可以正常玩了，松了一口气啊。然后灵魂应该就有他了吧？哦，灵魂默默无名，啊，赶快送走，该不会连这个送走都会卡住吧？如果要是卡住的话，就。然后，哎，这次东西好少，他这边还会损失掉落的东西，给我喷掉。哦，那就，那之后应该就不会再有红字了，我应该真的解脱了。至于之后要不要再找下这个儿子找老婆啊，或者是你的儿子会不会有同样的状况，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现在就是只能祈祷，就是之后不要再发生这种状况。就这样吧，我也懒得管了，出发吧。然后反正就是，如果你玩的时候真的遇到，就照我的方法去试看看，尝试排除啊，不然现在只能等他们自己修。上线有吗？不知道哎、欸，就是不知道上限是多少，但目前我的极限是八只，应该可以九个吧？看这个大小，也许可以九个。终于自由了，我有这个搞的，真的是这个头昏脑胀的。对啊，以前是三个，因为以前的格子数只能三个吧。以前那个他那个格子数大小只能塞那个量啊，就是那个 UI 界面啊。他说，因为他的坟九位打理彻底消失被毁。哦，所以难怪是要派人去守的原因在这了，然后派人去打理他，而且他很快就没了。轮回台，我要送了，应该不会出错吧？再见了，这个让我这个过的胆战心惊的日子，去吧。资料回收桶，回收，应该说要删除了。所以我又送了一个进去了。欸，这个是只要继承一个人，他这个属性是不是都不见了？这个，欸，想一下啊，这个要升级才会开别的那个道。我现在做的这个应该是善人道吧。十四善人吧，我觉得他有很多不错的设定啊，但是，我等一下下好了，因为这种就是跟风就是有风险，没关系啊，我要玩得下去这样。你怎么还有个灵魂呢？惨了，我的老婆的灵魂又来第二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老婆又来第二个，我的老婆又这灵魂又来了，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有第二只灵魂了？再送他一程吧。既然有第二个老婆的灵魂，我还是送他一程好了。天啊，这当初老婆到底有几个灵魂？会不会我一直拼命送她，就是送完第一个老婆灵魂，再送第二个，然后再送第三个，这样永无止境的老婆的灵魂。啊，他这个就可以换取补品了。如果你发现他快回不来的话，就这样子。对啊，分灵体。超强的，他可能是走没几步就把那个灵魂给丢在，就是分灵出来，然后再换下一个，继续改火箭啊，这个应该好了吧？老婆，第二个灵魂即将转世，进去吧，该不会等一下会有第三个呢？
不会还有第三个吧？好，没有，吓死我了。这次应该真的只有两个了，不会有第三个灵魂了。欸，这样我数值有加吗？数值有加吗？好像看不出来了，我刚刚忘了看，也许根本就没有。寻找神造石，这是到底是什么？本奇遇需要用到毛皮组织，毛皮组织，我还没玩过这个，我看一下好了。毛皮组织，先把一些存进去吧。毛皮组织，它算材料吧？毛皮。应该是织物吧？它还有分什么吗？虎皮，哎，虎皮应该可以吧？哎，我什么皮都带去了，毛皮组织。轮回台真的没有第二灵魂了，那边没有第三灵魂了。啊，十二个人空闲，我干脆一路派遣过去好了。看一下啊，那个派遣单，对啊，那以前那个工具吗？毛皮组织，真的吗？看一下啊，工具有吗？毛皮组织。帮我带这个也可以啊，灯线。先帮我带一带好了。药材、金铁，怎么听到雷声啊？还没结束哦。雷声嗡嗡作响。玉石，他那个应该只是拿材料吧？材可能是拿高品材料，觉得。真的是哦，算了，因为没有玩过，所以去玩一次吧。也许等一下就问号出来，他说。没有这个材料不行，然后没有这个材料不行，这样，然后就问号问号的出来，这样，完了，我两个，我好像又有第二个小孩又有一样的问题了。我看一下，二四七七个，他是不是也是那个啊？为什么他的要跟我要内息？哎呦，他身上怎么那么多毒啊？为什么谁欺负他啊？为什么他出生就自带内伤，降生于世？哦。怎么可能？他没有任何的状况，这样。等一下，哇塞，救不了！这也太扯了吧？那个到底是谁？所以是被人家暗中下毒吧？怎么可能？出生之后就那个重伤了？想说为什么他一直跟我要东西，然后就一直问号，原来是踩到坑了。木材山，哎，没有没有，这不是，这个才是。
木材。啊，终于，人多也是很麻烦的。派遣的话，人物不用走过去，真的吗？哦，哎，真的耶，原来如此。我一直自己到那边走过去，哎，我那边跟着移动，用自己的一步一脚印，走向未来。好了，来看看好了，人造石，所以我进去要是没有，是不是就不用动了？应该第一个就会知道了吧。神石出现，既有珍宝，就是我的囊中物啦。然后选项就没有这样。他说这是神造石嘛，可以寻找它，可以取毛皮组织相照。欸，虎皮欸，可以。他说朦胧时静等片刻，突然向林中飞去，这个虎衣将如消尘烟般消去。他说打虎进城寻龙，他说啼笑皆非，心知此时并无一丝灵气，只能将其丢弃，思索片刻继续前进。我只有带虎皮啊，啊对，我带一堆皮，只能带我没有带很多啊，但是真的只用虎皮这样。我大概带的包，另外一个是蛇皮吧，看那个造型很像，应该是蛇皮吧，根本就找不到啊！哎呦，有了有了！此时虽然未映射出异兽真身，却也大同小异，想必是有灵之物。果然，片刻之后，碎石之上神光上去，只见手上碎石颜色赤红，这分明便是红宝石。好烂哦！是讲的好像厉害，但是实际拿出来看，根本就是一个垃圾啊！又来了，青金石，然后六瓶。神石现世，进入山洞，会不会这个才是大奖吧？呜呼！什么？遇了？所以这根本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运气啊！但是我感觉没有比较好啊！这是什么？他可能玩锻造的人会很好吧？我就没有在玩锻造的，我就很问号啊！应该是说，因为我已经一品麻木了吧，就是动不动就一品到这个三品这种，已经到这种阶这个等级了，所以他这个就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像就没有很好这样的感觉。然后我的，哎，他堕入那个。来拯救我的女儿了。欸，她的衣服是继承妈妈的衣服。欸，等一下，欸，是我给她的吗？因为我记得这是应该是妈妈的衣服，就是她妈妈的衣服这样子，我记得当初是这样，蛮像的。欸，这样看起来真的蛮像的，不过我老了。就是目前我觉得很像，真的很像，就是女儿里面她是最像的。但是希望她不要连那个分灵的效果也一起继承，那我受不了。这个最高境界分身，我怕把她打死，我直接斩看看好了。我现在的。哇啊，我就知道啊。
是，我要是一出手就完蛋了，直接把他打爆。要出现错误了，却真的有错误，什么 key 的？嗯，哦，他之所以第一次打爆之后，第二次就可以直接刺哦。我以为他这个还要继续打呢，这个还可以了。哇塞，他整个被我打散了。哎，我家人到底是怎样？全部都在出事，他们又在这个生死格斗擂台了。欸，我刚刚好像还有那个啊，我出现哦，没有，没事，我还以为又出现 bug safe， 没事，自己吓自己。是哦，赛夫的导演常会奇怪我跑，原本那不是很好吗？无限练等，虽然你永远都过不了关，这样子，永远无法逃脱这个副本的轮回，就是一直重生。这样算好还是不好？他会不会是为了解那个武林大，武侠，欸，武林大会，所以才导致的异常？我刚刚是要练什么啊？哦，这个还有一个月，有一个空闲，那继续盖村庄好了，仓库好了，钱，把它存进去吧，这些都没什么效果的，为什么还是那么重啊？应该是这些书吧，重得要命，把它存进去好了。也这个也存进去，然后为什么会那么多钱？好了，算了，我有空再慢慢清理这一坨好了，实在太可怕了。我是快70岁了啊，怎么觉得是有点快？好了，给你啦。好，哦，这样又在 P 了哦，真的是很累。我好不容易才那个又开始 P 了，你 P 吧，真的是累死了。三不五时就来劈两下，哇！那小孩中的状况连我也解不了了，他直接是那个，他自带左臂是内伤，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中的。因为六真的没办法，药品要到六的我没有，可能要等我自己练上来了。太扯了吧！哦，换到东西了，然后哇，他这个资源好快啊，哦！然后再来突破一次，灵光一现，这个没什么用的。然后这个知己好友。然后还有什么？
应该可以突破了吧？你突然飞到终点了，终于人生终于到了尽头，终于到了。他的收集补给右边好像是次数，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欸、哦，哇，他怎么又受伤了？是什么？他在自残吗？看一下，哎，哦，恶斗，结果惨败，抢夺资源。原来他是抢人家的资源，然后被人家打这样子。啊、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唯我个性。小小四岁就开始抢人家的东西，很有前途，但是也要本事抢得赢，这个不自量力。要有本事抢得赢再去抢。然后我要全吧，这个再来试一次。16点，然后从这个上逆行，然后从上面去。他说此个连接成功率提高 100%， 增加两次突破几率。好，冲越，现在已经剩8次了，是不是？哦，剩5次，哇，这个有点难了。啊，放弃，不行，太难了，太高难度了。好像没事做，再继续弄天吧，懒得动了。他真的被打到爆了，真的被打到爆了，笑死！而且我人突然少很多，应该是刚刚被劈死了吧？哎，好了，差不多了，这个果然今天还是来不及了，就是因为他那个九年真的太久了。不过幸好他如果有修正的话，应该到时候应该不会卡住了吧？好啦，那今天就开到这吧。不太拜了。